Hello everybody, welcome to my channel. Here is Nadja, Jess, Carson, and Mustafa Lee. OK, 今天我们来看什么？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的歌，谁的呢？周深、李克勤，那片海，那片海怎么唱？来，我们听吧，听听就知道了。这首一看就很好听，感觉有点像韩红的曲风。因为我当时就是刷视频刷到这个了，然后呢，我看他弹幕这么多条，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很绝的。我说吧，有点像韩红的曲风。结果是那个，你看呢？我你看的话都谢了，就是差点打死。你知道我会永远永远等你给我的回答，让我们忘记那片海，让我们来世再重来，让我们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永不再分开。那既然这么远是怕这个互相唱了对方的黑手像我们和二声一样，听海。哎呀，这个如真好听。蓝色是忧郁，而漂泊的你，空浪的心，停在哪里？哎呀，这个那。告诉我这个夜会不会梦我，是不是梦里的我不再让你难过，是不是他比我坚强，比我能让你幸福，我要你明明白白回答。哦，这两首歌好搭呀。有事儿吗？你的故事我知道，我很冷静，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。这片海为你太多情，为其他天命，写封信给我，就当最后约定，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。是吧，这伴奏看他们这个节目老给伴奏几就给的声音很小，反正观众的声音都比观众声音大了。曾经的海枯石烂，一转眼就上一天，到底在想，到底在说那一段尘缘，曾经的忧伤寂寞，一转眼就上一天，到底在想，到底在说那一段冬天。听，肯定是听海哭的声音，是不是？哦，不是，哦，上一世上上世世永不再分开。其实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。
讲什么。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，就是要有一种未完结的感觉，就是发泄完以后就突然冷凝了，就下来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。哇，这首歌世界发现，这两首歌真的是好熟啊。什么这两首歌，这首歌真的是，我说他俩在一块真的毫无违和感。对啊，就是怎么就把它插在一起了呢？那照片还未免也太多情，让我们悄悄许许遥远的你，等一个回答。让我们忘了那片海，让我们来世再相爱。哈哈哇，这歌好有点神奇哦！再来一遍。哇。他应该那片点儿海，这样我就会更知道是两首歌。听海，哇，喝点小酒，我现在有点上头。发现了吗？他们的歌都是这个董健健那个什么的，都是、嗯。他们唱的所有的歌哈，都是他们的。他们是你看那花儿都谢了，你看那海儿都枯了。我特别喜欢这个开头。就是他一下侵入你内心，他不是那种你的那花儿都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嗓子没好。你的那花儿都谢了，他不是这样进入，他直接就是你的那花，对，直接出来，我都特别喜欢。你知道我会永远永远等你给我的回答，让我们忘了。他们的主旋律在他们俩之间一直穿插，你看这儿开始那个和声，这样子很难，还不如不给我的。这样其实挺难的，我一试唱上去怎么办？因为我天，这很难。哎，现在进入了。星星又如何？这后两个音差了。灰色是不想说，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。这首歌的和声真，我觉得贼厉害，我觉得很好听。空浪的心停在那，既没有喧宾夺主，而且起到也很烘托的作用，特别好听。告诉我，这个也会不会？不用想，就只会这么点儿。是不是？梦里的我不再让你难过，而且这点选择让他来唱，其实会比周深来唱好，就是这他现在唱的这一趴，因为他调比较低，对，比较深沉。明明白白回答，这有味道的，我操！对对对，因为周深唱这里也很好听，你看这儿就很有空灵感。哇，这个高音，这个清醒的醒，我真的要吹爆！为什么呢？你来一个，谢谢。跟小羊叫一样，不是我嗓子没好，知道吗？然后，因为清醒，就是缓考了，就是不是？你看，你听，就是包括在我们的专业里，其实闭口音。心其实是很难发的，包括我们在唱歌，而且是高音，而且如果高音是，其实高音啊啊 i u o u 会比啊归韵嘛，哎都不是特别好唱，其实啊是最好唱的，对，然后哇也特别好唱，最难唱就是闭口音在高音的时候，然后他这个那个清醒连接的特别好，一点违和感都没有，就是一点过度的感觉都没有，就特连接特别好。我觉得，而且这个醒其实很难唱，就是唱的如果唱不好，你就会有一个阶梯的感觉，有一个疙瘩的感觉。但是他唱特别，跟滑滑梯一样的那种感觉。至少我很能听，可是泪水，就连泪水。也都不相信，都不相信，我喜欢这个。
因为如果刚才的话，的我相信，它就很容易上去。但它这个和声就是的我相信，就没有喧宾夺主的感觉，是吧？啊，有，我好喜欢那个刚才海哭的声音。还哭的声音，还是还哭的声音。但你刚刚莫名的合进去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咱俩因为差了。还哭的声音。我唱的是对的。我都听不见，你到底是啥？你再听一下。嗯。你看是声音。对呀，为什么还能合进去？大三度肯定能合。嗯，他声音真的好咳啊！你看这个天明也是闭口音，他唱的是琴，他唱的是那个太多，他唱的是天明。好，你再听，好好听你。嗯。天明，天明，很难啊这个音。写封信给我，就写封信给我，就到。Oh my God！ 最后约定，最后约定，最后约定。嗯，好。你又你怎么回事？你再听一遍。他的心情在。最后约定，最后约定。啊，好喜欢。离开我的时候，就是真声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还给你了好哇，好哇，这首歌我真觉得用心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，你还往前点，我站的头很累的，你能让我一侧头就能看到你。何必再想，何必再说那一段缠绵？曾经的忧伤寂寞，一转眼就像明天。你转眼，他刚才真声哦。何必再想，何必再说那一个冬天？又夸这个高音，冬天。停了，死亡、哦、不好意思，哎呀，麦都掉了，像李克勤一样跟我哭啊，让我们难题再出来了，就说我愿意，跟我算一个，我算，我愿意，有魅力。他真的是好，我觉得他真的好能诉说一个故事。对。轻轻告诉我，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？好，我喜欢他最后这个。颜色，颜色，他不是。请你告诉我，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？它还是有一点当当颜色。然后未完结。嗯，哎，哎，这首歌真的绝了，很用心，和声也超级好听，而且关键是你听下来，听下来你。就是丝毫没有违和感，而且他而且他还能唱到你内心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他们这一期做的很好，就每一个歌都是吧？上一首也很好，嗯 ，Faded， 这首下一首应该也挺绝的，嗯、因为我看弹幕也不少。来，下一首，下一个，哇，这首就这样了，是吧？嗯，神仙嗓音，
就两，而且发现我觉得这是他俩选歌让我觉得最舒服的一次，这是真的是最舒服的一次，而且伴奏声音的大小，他们的和声，他们的音色的配置，越听越好。而且我觉得他们很适合唱这种类型的歌曲，对，因为你想想李克勤唱的歌吧，很深情。哒哒哒。但人也有那种那个护花使者嘛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跟他回家，噔噔的远声，噔噔的美美，哒滴哒哒哒哒哒哒的我心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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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我说了请爱我吧。还有那个什么红日，就他的歌啊，他的歌。噔噔的晚声啊，叮叮的我音啊，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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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老衲，你好像张不开嘴一样，嘴里喝五零二了。来吧，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，喜欢的一定要点赞投币哟。封面吧。啊，来，能不能算个一个吧？好，拜拜。记得三连，看我们视频三个连行不行？点个赞，发个弹幕呗，发个弹幕吧，好吗？我们应该一开始就让他们发弹幕。